基本就是伫教会内底祈祷是两大类啦，哦，一种叫做私祷啦，个人的祈祷，一种叫做公祷嘛，公祷就是甲别人做伙祈祷。嗯嗯。哦，公祷佫分两种，一种甲别人做伙祈祷，甲别人同心陪别人祈祷，啊，一种叫做带别人祈祷啦。哦，叫做公祷嘛。啊，若带别人祈祷，当然你有可能会讲到人毋知你咧讲啥，人无当讲出阿门，无当讲个头先，我毋知你咧讲啥。哦，迄是公祷，公祷较有迄、那个要求啦，哦。啊，剩个私祷就无啦，私祷我顶礼拜六做一个，私祷就是叫做甲上帝聊天啦。哦，啊，甲聊天的时候，无咧论讲法啦。无在论道去啦，想什么就讲什么。对啦，啊，你讲到拍开球拢不要紧啦。哦，啊，伊今仔日来讲着，啊，刚才有一句足重要，讲上帝拢知咱心内的秘密。哦，是其实咱无讲出来，伊拢知。哦，啊，所以若是安尼讲出来，祈祷有啥物用途？其实是对咱家己的用途。当咱祈祷讲出来时，迄就是拄仔所里在提出来讲，检查咱的心意。咱有将咱的心内话伫祈祷中讲出来，虽然无出声，是咱家己甲上帝咧聊天，拢无人听的。总是你有在经历，你若有祈祷，你就有在经历。啊，迄个经历无一定一摆就先去担当，总是至少你有在经历。啊，你有经历过了，你就发现讲啊，我只欠债，我欠债，我只无清气，会走迄个代志出来。所以，伊讲着几啊摆，讲检验咱的心情，我听起来是在讲迄个吧。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讲，我即摆深深的体会，就讲，当我从讲道原理落去的时阵，我翻译了，搁教予别人的时阵，我才发现来讲，我可能唔对个。教予别人，啊，听别人搁改过了，我说，啊，原来迄台我注意无对，原来遐我好了解，哦，啊，这是一种个检查的过程嘛。所以我即摆体会就讲，我若要认真听讲道。认真读圣经，我就是爱表达出来，爱甲整理了，搁表达出来，搁分享出来。我迄个学习才有算完成。啊，若无，迄功效一半尔啦。哦，你这摆个讲到我遮尔侪体会，哦，啊，鼓舞讲咱大家拍拼讨论，啊，想办法写长短拢不要紧，想办法参加翻译，哦，啊，迄个。一方面是趣味，一方面就是讲对咱家己的栽培，哦，无限量的栽培，安尼会使袂？